在地铁三号与四号线中山公园站的龙之梦购物中心，开业至今已逾十年，是间相当有人气的购物中心，有超市、餐厅、时尚服饰、家电店家等进驻，整座商场可说是应有尽有，每层楼平均有50到60家店家，选择相当丰富，而地下层楼几乎都是餐饮店，从知名素食店到各种中西式的小吃及餐厅，种类包罗万象，许多来这里光顾的客人都是因为能在这里买齐所有东西，还能吃到实惠好吃的餐厅，当然也因为东西较上海其他地方来说价格合理，品质又好，让来购物的客人个个都是满载而归呢。